救命！一样哇，全部的人都在跳，连草蜢也会跳啊！真的哇，主持人今天都是 disco 打扮呢。对呀、啊，为了配合介绍你们两位啊。我想这个讲到 Billy 的舞技啊，这个也是我们这国内这个女艺人来讲，真的是最好的一个。谢谢。今天我想应该哦，这个应该找他来当裁判，裁判应该是对的哈、哦。裁判，不要纠正陶国宇，不要纠正陶国宇，我会翻脸的。我们国宇是和蔼可亲，你忘记了裁判。裁判跟裁判差不多了，台湾的裁判嘛，但是我想台湾的裁判嘛，但是我想看到我们这个 Juby 啊，这个很不简单。对 ，Juby 今年几岁了？现在十七岁。十七岁啦！我的十七岁跟他十二岁啊，没有，因为妈妈在这边不能超过妈妈，她很尊重妈妈，很孝顺。我们家小孩不准比我高的，不准比你高啊！亲讲说以后你家的女婿也不准比你高，不可以要很高。哎呦，那小亮哥有希望的嘛！我最重要，他们家桌子椅子听说脚都锯掉，够不到。什么话嘛？但是我想他们今天啊，这个两个人啊，这个来，当然这个母女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默契，应该会比他们还。对，今天尤其看到这么多人在跳舞，像你们两个，尤其 Billy 应该算是裁判级的人物了、哦。你不是要说我是古董级吗？不好意思说嘛，因为刚才您说你腿短了。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生气。啊，那你要当古董还是裁判？啊，都要，都可以，古董很值钱的。啊、那Juby 当古董就很划不来了。啊，你要当古董吗？我不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么年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今天说，我们所知道，今天这个，等一下你们要表演这个舞是Juby编的、啊，对，那么厉害啊，他自己编的吗？对。哎呦，我们马上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来敲敲看，来。尤其李茂山刚刚加入人家的舞蹈之后，马上就觉得非常的合适。可以，他因为腿很短。是啊是啊，我非常开心啊！第一次看到腿跟我一样短的，哎呀，总算找到舞伴了。他的全员没加，比较适合。哪里搞？我跳舞为什么他老是在笑呢？真的那么好笑吗？你认为千叶美嘉跳的怎么样？他，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味道，因为他刚刚跳的那个是 reggae， 他那个是完全是黑人在南美洲那种头发好像好几个月没洗的那种的，很像。可是 Mika 头发很干净啊，对，很干净。但是我想这个讲到我刚才看到这个后台啊，看到你女儿听讲说在日本四个月就可以讲日本话，对，他吓一跳，他以为他去了四年。真的，那这个你可不可以问他一下，为什么我跳舞他一直在笑？哎，你可以问一下 Mika。この人おとりの時なんで笑ってるの？何が？何が？分かる？怎么可以骂人呢？你骂谁？啊，他说你跳的时候很帅。哎呀！哦，何が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か？どうぞどうぞ。我跟你讲，李茂山这样很像那个新宿那边的流氓。哦，这样。哎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か？哦，李茂山，你要注意啊！人家从来没有发现一个人说称赞人家用帅用笑的。
对不对？你要草蜢多帅，哪有人笑？红孩儿多帅，哪有人笑？你们刚才有人笑吗？有人笑吗？温兆伦有没有人笑？没人笑啊，帅啊。对，不过今天我想这个 Billy 的舞蹈刚刚也做过示范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裁判的裁判 Juby 来评一下妈妈跳的怎么样。妈妈跳的怎么样？你觉得妈妈跳的怎么样？是，我觉得我妈就是里面跳最好的。哎呦喂！真的，妈妈真的是跳的最好。除了不敢超过妈妈的身高之外，还很尊敬妈妈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腿短了一点，这样。觉得妈妈跳的最好的。真是。那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组的跳舞呢？其实我觉得每一组都很好，每一组都是最好，每一组都是对。他怕乱讲，等一下出去背，一定会。其实我想，我们今天安排这个舞步啊，当然我想我们知道，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非常繁忙的时候，有时候到这个 disco 地方比较正当的 disco 地方去运动一下，稍微把心情放轻松，也蛮好的。我不过我想欣赏我们玫瑰之夜，同样具有这样的功效，能够让你放松心情，心情愉悦。是是，尤其今天礼拜六，对不对？玫瑰之夜收看完以后，刚好在12点给跳起来 disco， 哇哦！吵死邻居了。不过今天谢谢群星们参加我们的玫瑰之夜。新的十月，新的情谊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。新的十月，新的情谊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。好，起来哟！玫瑰。玫瑰，玫瑰，金。